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看大家的背景啊，都挺有特色啊。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些背景都有表法的意义？哦，那个我们李学长啊，这个后面是猫跟小鸡啊，这个是万物一体啊，相亲相爱，平等爱护啊，平等恭敬啊。我们学儒释道啊，要学到呢祖先的这些精神啊，就像《了凡四训》里面说的啊，发一言，行一事啊，全不为自己起念，全是为物利者啊。所以这个背景啊，这算行一事哦。你说，为什么要放这个背景？我很喜欢。为什么喜欢？反正就是喜欢。哦，应该是，它有某种重要的含义啊。我看刚刚有一位学长，哇，没有看到他了啊，他背景是一台火车啊。我想说，他是不是要做复兴文化的火车头？哦，还是提醒我们台湾的同仁啊，万法因缘所生啊，我们所成长的环境啊、背景啊、传统文化的熏陶啊，我们所成长的环境算是全世界 number one 的啊 ，number one 的因缘要做出 number one 的贡献，这样才对啊！你 number one 的因缘，结果呢，站在后面不敢承担啊，这样就有愧因缘了。我们还有一位学长。背后是我们老和尚跟醒公啊，在台中桂冠酒店聚会的场景啊，不知道您这个有没有深意在里面？哦，可能是啊，要不忘啊这两位大善知识的教导啊，透过这个背景啊。提醒自己啊，也供养大众啊，因为一个人修学啊，最关键的呢是善知识啊，《妙法莲华经》里面讲到，善知识者是大因缘啊，在因缘上面加一个大字，这个我们要体会得到。就是因缘里面最关键的叫大因缘，三知识是我们整个正知正见建立起来的最重要的真上缘。所以所谓从名师受戒，阿难问师父集中心开头讲的名师啊，明白的老师，修行的过来人，这可不简单啊！一个人成年开始修行的，比方说二十几岁学的，三十几岁学的，四十几岁开始学的，要把学以前的习气调伏啊，这都不是小工程啊，大工程啊。
所以我们对自己要自知，对他人要知人。现在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一不小心呢，遇到邪师没有判断出来，一误可能就几年的岁月，几十年的岁月就偏掉了。所以《论语》里面讲啊，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受哉？人焉受哉？这个要会看人。人生有好多的抉择啊，都跟人有关。择偶、择师、择友、择合作的伙伴，都在抉择。这里面哪一条啊，你疏忽掉了，人生都会出大状况啊。所以知人，这是人生必修科目啊。就像我们教学的人，你不知人，你怎么护念他？知其心，然后可以救其师，然后可以长其善呢。这个观其所由，你要了解他过往的背景啊。有时候人一遇到，哎呀，谈得很愉快，很激动，不够冷静客观去看待一个人。你一喜欢他，有时候你看他不客观了，这叫好恶知其恶，恶恶知其美者，天下鲜矣啊。我们会被爱憎的心啊影响。比方说一个人谈他我改过了，我忏悔我们也听得痛哭流涕的。但大家要冷静哦，他什么时候开始学的？他40岁，他50岁开始学的。他虽然能看到他的问题，可是理有顿悟啊，事还要渐修呢。而且他是50岁开始学，他50岁以前那些习染，他忏一次悔全没有了。完了，我们就一激动了，哎呀，这个老师讲了我好感动啊，我就跟着他学吧。假如这个老师说对，你可以跟我学，那你要冷静了。每一个人都是万法因缘所生啊。你们有没有遇过哪一个人没有老师教，突然开悟了，都没有因缘，他自己就开悟了？这样的人你要特别小心，一定是邪师。这不是我讲的，六祖慧能大师讲，威因王否以前有无师自通的，威因王否以后没有无师自通的。他一定是有老师慢慢把他过去生的善根给启发出来，他一定有因有缘，不可能没有因缘的。可是现在都喜欢很标新立异的，哇，好厉害啊，人喜欢这种调调了，不够冷静了。所以师长老人家他是从胎教就学起了，他的时节因缘很特别啊。老人家假如生长在上海啊，他就没有那样的家庭，那样小时候的教育了，这就是缘。
因为老人家所生的地方是清朝儒家最重要的桐城派发源地，其他大都市都改成国民小学了，念的都是小猫叫小狗跳，我的书包里有书也有笔，都是语文教学了，哦，不是传统的读四书五经这些小俄语啊，基础经典的。所以我们整个民族的中文程度一代比一代降低，这是教出来的啊！但现在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诸位不要听完讲完了，隔天去找教育部长理论啊！哦，我没有这个意思啊。这些整个情况都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最根源的是什么？丧失民族自信心了。我自己成长的过程还没有遇到老和尚以前，哪些人最厉害？哇，留美的，出国留学的。我从没有听过哪个人说是读古书我们很佩服他的，我一个都没遇到。所以我的缘不殊胜，这个不殊胜不能怪人，那过去生福报不够啊，所以我现在看到这个孩子从胎教开始啊，我很羡慕嘛，但我没有嫉妒，我也没有恨啊，这个方向不对啊。现在有一句话叫羡慕嫉妒恨啊，这叫邪说啊，误导人了。羡慕啊，接着呢，好好修因，不要空羡慕人家啊，人家有那个好的果，就是修了因啊。你羡慕他，你还要护念他，因为你没有这个缘，他有。你能帮多少忙你一定要帮他啊，把人生的遗憾呢转成一种动力啊。我们希望青出于蓝胜于蓝，每一代都比每一代强，更有德行，我们这个民族才有希望啊。所以我们在面对重要的抉择都不能激动，不然你看人看不准。学东西啊，要体会深入啊。比方我们都一起学习过了啊，李炳南老师啊跟老法师见面啊，老法师要拜李炳南老师为师啊，李炳南老师开三个条件。好，那诸位仁者，你有没有给人家开三个条件过啊？李炳南老师这么做啊，我也这么做啊，你不能学到相上去了。谁能够开三个条件啊？你从向上学啊，你很容易不自知不知人啊。这些事背后的理是什么，背后的心境是什么，这个我们领会不到，你只学一个向会学偏掉的。所以东方的学问它不是背公式啊，东方的学问是用领悟的。比方万法因缘生，这句话在哪里啊？一切时一切处，一个人是因缘生，所以你一定要客观观察一个人，
一件事也是因缘生，所以不能攀缘，缘不具足不能固执，缘具足了不要退缩。这个缘到底考我们什么？那考试卷发下来的题目都看不懂，你怎么考啊？一切皆考验的。诸位仁者，你今天有没有考试啊？保证大家，你今天不只写一张考卷的，你今天遇到两个人就是两个境界，都要交考卷的。那看而怎么办呢？对镜若不是，不知道今天这个境界考我什么，须再从头练了。啊，今天走进学校办公室了，啊，拿着一包好吃的东西，啊，昨天跟这个同事闹得别扭，哼，今天不给他吃，拿给其他的人吃，今天考试没有过关了。考试考什么？考你在一切境界能不能用真心，用不了真心，考试就没过关了。你心上放人家的不是，心就不清净了，考不过关了。平常心，平是平等的，他对你无礼那是他的错啊，你受他无理的影响，你也起情绪，那是自己错啊，那不干他的事啊。不能打混战啊，一码归一码。有修养的人，他面对人家无理，他不放心上，他能包容啊。你不能说都是他害的，那是把责任推给别人啊。在境界当中能不能礼敬诸佛，那无量寿经不是拿来念的，拿来落实的。行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普贤大士第一个礼敬诸佛。请问我们什么时候礼敬诸佛？一不礼敬诸佛，就造轮回业了。道也者，不可须礼也哦。我们今天受持德尊普贤啊，我得学得像啊，随时提醒自己，要礼敬一切人、一切事物。不能在里面生分别、生执着、生对立，更不要去控制人家。那控制里面就有贪求了，诸苦皆从贪欲起，不知贪欲起于何。诸位仁者，今天假如有学生问你，老师啊，怎么立誓练心呢？那我们当老师能讲出来吗？这个东西不是用背的哦。当然多听一些老和尚的法语，从理上可以供养学生，可是从事上，我们自己假如没有练过啊，好好在每个境界立誓练心，我们讲的时候啊，底气不够的。我们能娓娓道来，那铁定我们自己要下功夫的。所以我们这几节课
啊，一起学习啊，应主啊，佛化儿童读本啊，有28个德目，这个德目当中有言教，它是教理啊，啊，几句话把这个德目彰显了，但言教有深度啊，有广度哦。言教之外还有一个身教哦，而言教跟身教也是密切相关哦。我们有身教的时候，我们那个言教你是侃侃而谈，很有摄受力，跟我们自己没有很用心落实，那讲出来摄受力是不一样啊。有一句成语叫纸上谈兵啊，他没有真实去体验过落实过啊，所以其实每一句都有身教，都有言教啊，甚至你能够把这一句变成你家庭的家风，变成你班级的班风，哦，那就更不一样了。你的学生随时潜移默化都在感受，哦，比方说支持，哇，老师有这个问题，老师改，哇，你3个月全改掉了，你的学生感受到了。肃然起敬啊！哎，其他的学生的缺点也在改啊！你随着这个机缘赞叹这个学生，让他们相关而善啊！你班级就形成这种支持的风气了。哦，哎，第13，敬忠。啊，那同学里面有做事特别尽心尽力的，啊，这个就是《论语》里面讲的，举善教不能则劝。你把真的做得很好的榜样立起来，哦，当然你要判断了，这个学生你称赞他，他不会洋洋得意啊，不然你的称赞就有流弊了。哦，就是很扎扎实实做事的人啊，你称赞他，他还会不好意思，战战兢兢的。哦，所以老师也要很敏锐啊，因材施教啊，每个人状况不一样啊。好，啊，所以我们这一两代人呢，传统文化的理念熏陶的比较少。我们一上学啊，就是知识的积累，知识的记忆比较多，啊，背很多东西。为什么要考试？啊，有时候一天考好几科。我记得我念国中的时候，哇，那有时候一天考5、6科都有啊。你说那种学习状况是领悟性的吗？死记硬背啊，那个对悟性啊不是很好。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啊，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啊。所以我们也要培养自己啊，慢慢啊，学习是一种领悟啊。佛家讲你可以正思维，依照经教去思维，你的感悟能力啊可以增强。比方陈德跟大家讲，万法因缘生，你就可以去思考自己的因缘，
我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我家庭的因缘，我求学的因缘，我这个时代在大环境给我的影响，都是因缘生法。像陈德所处的年代，台湾的经济，台湾级英卡棒，是吧？经济快速发展，钱都淹到膝盖，钱多多啊。所以我们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听到大人讲以后做什么最好啊，当医生，第一医生，第二卖冰，卖冰的好像钱也蛮好赚。你说我们从小在这样的环境，我一点功利主义都没有，哇 ，That's impossible， 那不可能啊！或多或少都受到这种功利的影响，甚至于哇，亲戚朋友，哇，你考上老师啊，哇，一个月多少？哇，铁饭碗呢？你假如我们自己没有一种很正确的价值观呢、你每天听这些东西，你不被影响？幸好我当老师是遇到老和尚以后才去当老师的。包含我的因缘，假如不是遇到老和尚才去当老师啊，我这个脑子也会有点混乱啊。为什么？因为去读师范学院，哇，好多教育理论哦，那么多专家讲的一样吗？你要听谁的？我记得那有一个理论叫行为主义学派。我一看，他拿狗做实验，拿老鼠做实验，最后的结果拿来教谁？教人。大家冷静冷静啊！拿动物的实验，最后拿来教人，会把人教成什么？在这个时代，有些话点到为止啊，不能再讲了。经历的事越多啊，越体会到，哎呀，万法因缘生啊，这个也急不来了。那一个人呢，首先建立正知正见太重要了。你会判断，取法乎中，乎上，得乎其中；取法乎中，得乎其下；取法乎下，了无可得。我们拿这个理论来教人，那不只不是取法乎下哦。所以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新的东西都觉得是好的。我们民国初年我们有一位同宗的蔡振生先生，他小时候就是父亲每天给他讲德育故事，后来他把它整成760多个圣贤人的故事，每一个德目有96个孝道，96个故事，刚好八德，784个吧。这个96乘以8，768个。对，
太久没教数学了，不好意思。所以这个刀啊要常常磨才会利。这个我们要常做法布施啊，这个思维才能敏捷啊，算数也是一样啊，常常算了比较流利啊。请了700多个圣哲人来教这个孩子啊，蔡振生先生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他更可贵啊，这么好的东西他把它留下来了，编了这一套书。所以诸位同仁啊，当信佛经语深啊，佛法每一句都很深啊，很广啊，就在哪？就在当下，一切法从心一万法因缘生，就在当下。立誓念心在哪？就在当下。大家现在也在立誓念心啊，念哦，这陈德法师讲话这么慢了，我都快睡着了啊，要念不睡着。啊，陈德法师这一句我不是很认可，但是不影响听后面讲的。我不然听到这句，就开始这个不认可的感觉开始发酵。哦，我们听人家讲话，有一句不认可啊，不能一直发酵到后面都不想听。哎，这个都是练自己的心啊。不能太受感觉影响，太受情绪影响。立誓念心在哪？还有一句，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得生彼国。其实我们去经历人生的事情，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珍惜佛法，珍惜传统文化。所以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在哪里？你注意去观察，就在当下。一个人要接受别人劝，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尤其成年人啊，我们的面子啊会随着年龄增加，除非我们修行啊很用功，能把面子一点一点放下来啊，能够真的闻过心，闻欲恐，闻过心啊，那这是因，会感什么果呢？质量是见相轻。我们看东方每一句经文，它是不是一种意思而已啊？它都随着你人生的阅历不同，同一句话，你的领悟深度广度都不一样，是开发我们的悟性的，不是死记硬背的。这个学习的状态啊，我们要慢慢把它调整过来。我们自己启发悟性了，我们才懂得怎么去启发孩子的悟性。不然我们的教学啊，好心为孩子好，可是啊反而让他的悟性啊越来越开发不了。所以教学者必学礼记学记这一篇教诲，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非常完整的一篇教育哲学。
你学更要啊，我已经在教学了，我要拿这一篇文章来对照我自己。距离在哪？啊，甚至于假如是背道而驰啊，那赶紧调整啊！啊，跟理系学系背道而驰，那会断人会命哦。我们看理系学系讲“导而扶谦”，引导不是硬拉他。不是拉着他的鼻子过来，你给我过来，这样才对。我们在成长的过程，有没有不知不觉形成强势？啊，什么都要说服人家，都要人家接受。啊，我小时候就有这个习气了。现在轻一点了，还有呢，还得对自我，那都不是一年两年的功夫啊！啊，我很好胜呐、啊！啊，比方说，我跟一个同学针对一件事啊，看法不同，啊，两个人辩论呢、啊，辩论到最后还逼着同班选班战，你认同他还是认同我？一个习气很重啊，穷天下之辩者，这个你要让人家接受你啊，接受你的观点呢、啊，你可以穷尽天下的辩才、啊，不再辩了、啊，在什么，在讷。哎，老祖宗留这句话很有味道、哦。穷天下之辩者，不在辩，在讷，刚毅木讷的讷。啊，服天下之勇者，不在勇，在怯。他懂得啊，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不成匹夫之勇。这是智者之勇啊，不是匹夫之勇啊。而我们成年之后啊，我们可以感受感受，这个都要自己去感受的。当我们感受到我们这个习惯不对，我们才愿意去改它。我们感受不到的时候，他这个习惯很强的、啊，习惯用言语说服人，甚至声调拉高。把它压下去，然后我们觉得，嗯，我赢了。啊，其实，在成人的世界里啊，人家不是听你说什么，人家是看你做什么。啊，举一个例子，汉朝。有封一个官呢、啊，叫五经博士，啊、哦，那等于是诗、书、礼、乐、春秋这五经的专家，啊、哦，那学问都得下一辈子的哦，这不简单呐、啊，啊，有一天，皇上，应该是汉光武帝呀、啊，啊，赏给五经博士每个人一只羊。啊，结果五经博士呢，面对这一批羊啊，开始议论了。那一只比较肥哦，哦，哎呀，这样分不公平哦。这样好了，我看我们干脆拿秤来秤吧。哦，就在那议论半天呢、啊，有一个五经博士叫曾宇。他一句话没讲，他走向前去啊，牵出那一只最瘦的羊，牵了走了，大家的争论呢没有了，
穷天下之变者，不在变，在那。他做这个动作，当然了，他牵着羊啊，这个头是低着走了，啊，他不能牵着羊瞪着每个人，这样不行哦，这样人家更不高兴，说，你牵着走了，人家惭愧心自然起来了。后来皇帝很厉害啊，皇帝封他叫瘦羊博士，因为他把最瘦的那只牵走了。皇帝厉害啊，借这个机会点呢，以他为榜样，提醒所有的读书人，你们满口仁义道德，真正遇到境界的几斤几两在那里计较这么多，还要把羊杀了来称。所以老祖宗留的这些格言真的是他人生的阅历，你不能囫囵吞枣，你用心去感受，你会感觉每一句，哎呀，含义很深很广啊！不可少善根福德因缘啊，体会的越深呢，自己的时光不会浪费了啊，珍惜提升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珍惜眼前难得的因缘，这都得来不易啊。好，所以我们每一句它是立体的，我们实际应背东西啊，那都是一个点一个线。老祖宗的教诲所形成的一种能力啊，他一遇到事，他看的是整体立体的，他这些都要培养的。所谓八面玲珑，这个成语是来自于佛家的啊。一见到事情，哎，我们之前好像学过，君子有九思。就是君子他在面对事情，他是清楚的，他清楚这个缘分的状况，他也清楚自己的状态。我们不清楚自己的状态，会把事给搞砸掉哦。你比方火上来了，你忍不住了，哇，这个事被我们搞黄了。色思温，貌思恭，这个对自己的状态要保持温和的态度，恭敬的态度，言思忠，事思静，这都是自己的状态哦。哎，事思明，听思聪，这是对外面境界的判断哦。你对境界判断不清楚，讲话怎么契合这个机啊？你讲话跟家长沟通，你了解他的背景，你讲话也要契他的机啊，不然老师跟父母讲起来变鸡同鸭讲，好像对焦不起来了。那这个不能怪家长哦，因为他没有在学经教啊。学经教的人，别人不理解我，我不难过，但我随时要能理解别人，这叫中恕之道。别人不理解我，我不难过，中严格要求自己嘛，严以律己是中啊，宽以待人，我得理解别人。这个就是《论语》教我们的，不患人之不己知，
人家不知道我，不了解我，我不难过。可是人很容易因为这件事难过。人往往在抱怨的时候也跟这个有关。谁不理解我，那个苦水就开始吐了。哦，这个吐苦水哦，对事没什么帮助啊。我们要理智啊，要冷静啊。啊，说的话、做的事，对自己、对别人没好处啊，还有坏处的，别做了。啊，我们清净平等觉呀、啊，这个觉就要理智啊，不能感情用事啊。啊，我们很多的烦恼，都是因为没有对照孔子这句话，啊，不患人之不己知，哎，那别人不理解我，我不难过了。你不难过，你没有情绪。你就很容易去体会别人。我们只要有情绪在的，那我们就被自己的情绪给掌握住了，我们更不可能去理解别人了。把自己越放越淡，自己的感受越来越少，很容易就体会到孩子，体会到他人的心。因为我们的真心啊，是同体大悲，是能体会到别人的。现在为什么我们本能没有起作用？因为我们有障碍啊，我们起的贪嗔痴啊，这个能力就大大缩小了。何其自信，本自具足，能生万法。我们现在把这个障碍啊去掉就好了。好，好，我们呢，这个讲义啊，可能有一些参加的同仁啊，可能你后面参与的还没有这一章啊。我们请工作人员发给大家，啊，印主天下太平之根本，啊，学习纲要出探，啊，我们整了一个纲领，啊，整到，啊，我们交流到了第七，如何落实家庭教育，啊，我们谈到了。啊，第二点，啊，欲子弟成人，须从自己所作所为有法有责，能为子弟做榜样时，啊，那这榜样我们具体哪一些要做榜样？啊，我们以应主啊这28个德目啊来探讨，啊，那每个德目。我们都能呢，三管齐下来教育孩子，啊，身教、言教，啊，还有敬教。啊，谈到这个敬宗啊，啊，我就想到，啊，我们啊这个张学长啊，你的背景啊，啊是老和尚。跟醒功啊，他们真的是对人敬忠，对国家民族敬忠。我们看的都是终身难忘。2020年，两年，都快三年了哦。啊，2020年呢？大年初一，老和尚啊给醒公打电话，啊，这是放出免提的，我们有这个
机缘呢，就在旁边看着两位老人家通话，自始至终谈的都是国家、民族、下一代的教育，没有一句是谈自己的，自己的家啊什么，没有，那个心为国家、民族、为世界着想，所以我们在旁边呢，很受感动啊。目前当目其心呢、啊，我们跟两位善知识学什么？首先呢，学他们的存心啊，能将他们的存心放在自己的心中啊，每天处事待人接物都用这样的心，哇，那我们学的会很快，学习有快有慢呢、啊，有从事上学者，有从理上学者，有从心上学者，哦，跟改过一样，有事上改的，有理上改，有心上改。学也是一样，你能直接从圣贤佛菩萨的心去学啊，那是最快的了，那个有一点禅宗的味道了。你看，拈花微笑。佛的心，迦摄尊者应了，相应了，以心传心呢，禅宗就传给他了。所以禅宗很多公案呢、啊，很值得体会啊。你看五祖把衣钵没有传给跟他很久的人哎。谁跟他很久？学问又好，神秀大师啊。可是他心境还不够啊，佛法重实质啊，不重形式啊。所以我们自己也不能被形式给自己骗了、啊。哎呀，我学佛很多年了，有时候这个年轻人20多岁啊，人家术士善根厚啊，人家学得很快啊。我们还得向他学，可是我们可能就那个，我学很多年了，那我去跟这个年轻人讨教，我看不下去啊，你当下立誓练心就知道自己有傲慢了。孔子的心境，遇到相陀才8岁呢，习仲尼师相陀了。可圣人哪有觉得我是圣人我学问很高，他没有这种心念的。他成为圣人就是他很谦虚，他的谦虚作用在哪？遇到一个8岁的孩子，圣人的谦虚，圣人的真心起用了。这个孩子懂得，他不懂，他就很恭敬的跟人家学了。这些故事里都有透出圣人他是怎么用心的，你听故事能听到圣人的心，进而愿意去效法他的心，这就是善学的人。一个人呢，像我们能够遇到老法师，他讲的这么圆满，他做的这么圆满，这不是偶然的，这是我们过去生修的，我们才有这样的师生缘。可是问题是，大家都遇到这个师生缘，每个人的受用不一样，就看我们的恭敬珍惜的程度了。而这种珍惜也不是嘴上讲的，
哎呀，我常常梦到老和尚啊。梦到又怎么样？你梦到你不善用心，你还会执着嘞，常常把梦到的故事要讲给别人听，那不都变执着了？实质是你落实了老和尚多少教诲。看事情不是感情用事的，重实质，不重形式。真正的珍惜不是口上讲，它会化成行动的，他会好好的去落实它，好好的以施智为己智。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德目尽忠，想到老和尚的行仪，我都遇过同修们有一点批评了，哎呀，老和尚何苦啊，他都九十几了，干嘛欧洲一年飞那么多次干嘛？大家注意哦，当我们做学生的，不能去理解他老人家的良苦在哪，用心在哪，我们还产生自己的判断批评，我们对自己的老师的恭敬心就会失掉。你今天不是说你不能有自己的看法，可是你不能这样讲出来，在那有一点抱怨或者一点批评，你还会影响别人。你今天真正尊重你的老师，你是要当面跟他老人家讲，师父啊，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做呢？我是觉得你可以把你的想法讲出来没有问题，你假如讲出来善知识他觉得有道理，他也可能听你的，善知识就是要展现什么，从善如流啊，善知识没有说全部都得听我的，这个就是我们师生之间怎么应对，才是我们的心是一个当弟子的心呢、的态度啊。儒家讲人心为微啊，人的心每天都在变化。为什么老和尚他要说，我认识我三个老师？老和尚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我很清楚我的老师，所以任何人批评不会影响我，但是几个人听了批评老师的话，自己不受影响呢？人的心随着听的东西，它都会产生变化的。所以不能谈一些批评老师的话给其他的同学听啊，你真的有，你当面请教，你说老和尚现在圆寂了，那你可以找跟着老和尚学习很久，特别能体会老人家的用心的这些同参道友来探讨啊。那在这个点上，这个我是有亲自听老和尚讲过的。老和尚有一次跟我们讲，一个人当他有这样的影响力的时候，其他的人做不了啊，他得去做啊。那是老人家对于他所处的一种威望，他不是觉得哎呀这是我的，不是的，
他看到这个因缘生法，他有这个威望，又有只有他这个威望可以去做的事情，他再累他都去做，他年纪再大他都不辞劳苦。你说我们学生没有去观察体会他的心，还在批评这一件事，那我们对老师的恭敬心就会这样一点一点减损掉了。他老人家是给我们展现但愿众生得离苦啊，不为己身求安乐啊。啊，我自己也遇过啊。啊，我自己很早以前一起做传统文化的同仁呢，啊，他每一次见到我，老师啊，你别这么忙啊，哦，啊，大家想一想，我是不是很闲，净找事情来忙？哦，那我很忙啊，你来帮忙啊。没事，你别那么忙。哦，哎，结果很有意思哦。啊，有一次我们又聚会了。啊，然后呢，我在跟他我们在交流的时候啊，交流到下莲居老居士啊，啊，他在闭关当中啊。啊，一个自警路，哦，那自警路啊，都是他修行的感悟啊，哦，用毛笔这样写下来的，很短，啊，这个假如大家有这个档案呢，可以发到群里，哦，我感觉这些入境界的善知识啊，他们讲出来都是性德流露啊。哪怕只有300个字啊，500个字啊，你所有修行的关键呢，他都给你交代了。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印光祖师讲了差不多100个字，修行的重点都在里面了。无论在家出家，必须上敬下和，忍人所不能忍，行人所不能行。待人之老，成人之美。静坐常思己过，闲谈不论人非。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或小声念，或默念，除念佛外，不起别念。若或妄念一起，当下就要叫他消灭。常生惭愧心及忏悔心。纵有羞耻，总觉我功夫很浅，不自精华。只管自家，不管人家。这是善财童子啊。他只是很白话给我们讲了。只看好样子，不看坏样子，普贤行。称赞如来，随喜功德。不看坏样子，因为一看坏样子呢，他落在心上啊，他就不可能礼敬诸佛了。你记这个人的不好，你对他就很难恭敬了。啊，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啊，果能依我所说修行，决定可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是印光祖师给大家保证哦。你只要照我这一段话做，你决定往生，不退成佛。入境界的善知识，它是圆融的，它短短一段话，它性德流露，很圆满。哦，是下老，它虽然短短的，
你每个阶段修学的境界，它里面都有跟你讲，你不要小看它短。大家假如有去留心啊，净宗这些祖师，他们都是入境界的，他们讲的那个法都非常的深，非常的圆。哦，你看，藕益大师他跟谁学？他跟莲池大师。莲池大师不在啦，你看他能学成祖师嘞。莲池大师的法要在啊，法语在啊，老和尚现在一代十教在啊。我们很恭敬跟老人家学，绝对学成就的。啊，我跟这个同仁，我们一起交流，结果我常常引了夏莲居老居士这些经句，这些法语啊，结果他呢跟我说了，他说这个智景录啊，莲公大师法语啊，我看了600遍了。哇，那看一遍要不少时间呢。他看了600遍了，我羡慕死他了。他很多时间，我们是任务在身呢，所以属牛的要认命啊。啊，我又有一次在马来西亚，我们一个几年不见的老同仁呢，他跑到马来西亚找我了，哇，他很欢喜的跟我说啊，他去年呢听了一遍《大经解演义》啊，1200个小时啊，那代表一天可以听好几个小时了。一年才365天的，我听完之后非常的羡慕，然后我就很马上问他一句话：哇，你这样听下来啊，你有什么领悟啊？他被我这么一问了，想了老半天，答不上来啊！哇，他们真有福报。承德的体会啊，我们这一两代人不是从小啊受传统文化教育的，不是在大家庭里面磨练的。你看大家庭几百个人跟你住在一起啊，你能认头清吗？你能不会观察不会体会吗？你啥事都是猛叉叉都不知道，你一天要被你爸爸敲几次头啊？你人情事理就从家庭里面锻炼了，常常要去体恤别人了，常常讲话要看场合啊，不要认头青了。囡仔人无耳无嘴，你说他的观察能力、感受能力，他从小就培养了。那大家庭里面，你都要服务的，你都要有你的责任承担的。甚至你要负责家庭里面的工作啊、安排啊，他有锻炼，他懂的东西跟做事啊，他是很自然在结合的。你看我爷爷那一辈不识字，可是人情事理他懂，他看戏剧他懂啊，他看大家庭里面待人接物他懂。我们现在是读一大堆书，
没有去落实，解行相应，人的悟性才能提升。你看，我好喜欢听经哦，你那个好喜欢要注意了，你可能执着听经啊，没强调落实了。你解中要有行啊，你在做事，你行中要有解啊。你在做事的时候，不是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随着自己的性格。我们是每一次做事，哎，我这么做跟三个根相不相应，我这么思维考虑事跟群书之要相不相应，因为这个是正确的做人做事。你为了做事而做事而没重视修行，你会越做越多烦恼，越做以前的习气会越来越现前。但是我们有一个习惯啊，通通要依照经典，那你考虑事你会依经典，这个话当讲不当讲，以经典。你久了之后啊，你随时都是按经典，久了之后你就习惯了。所以《孝经》讲的，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性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最后养成习惯了，口无则言，身无则行。言满天下无口过。我们现在可能一不小心都得罪人了，可是古人你看他从小的习惯，言满天下无口过，行满天下无怨恶。解行相知相应啊，是张家大师教给老和尚非常重要的修学之见啊，还比喻哦，像两个轮子相辅相成，解帮助行，行又帮助解得更彻底啊。我们今天论到这里了，那可能我们要问自己，我现在落实的哪些经教？不然刚刚这一段话也是背公式而已了。这理我都会讲啊，哎，想一想，老和尚说念念为他人着想，我下功夫没有？老和尚说放下控制的念头，放下占有的念头，哎，我下功夫没有？老和尚说学佛首先扩宽心量，我行了没有？我还有看不顺眼的人，那我这一句没有行啊，我心量不够大。师父领进门了，修行靠个人，这个老师帮不上了，得靠自己用老和尚的经教来勘验自己了。现在人要听人家劝哦，真不容易啊。我们有一个同仁啊，他好爱《无量寿经》哦。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一些基础你还是要学，你学学《了凡四训》吧。他虽然叫我老师啊，他不听我的。当然了，我自己要清楚啊，我没有资格做老师啊，老和尚才有资格做老师啊。我最多呢陪着同仁跟着老和尚学，守老和尚三个条件啊，这个我愿意做
啊，我也愿意尽力去做。每个人要有自知之明啊。那我给他劝，他不听。哎，假如我生烦恼，那是我的事，不干他的事，所以我们不强求。哎，有一天呢，他跟我说了，他说他梦到老和尚了，老和尚跟他说啊，你要学了凡四训。哦，那也好啊，哦，那代表他真肯学了，有感应啊。老和尚叫他要学了凡四训，哦，那这个是自己的德行不够，人为言轻啊，人家不听正常的，哦。但说实在话，旁观者清啊。啊，只要这个亲戚朋友，他确实是挺为你好的，哦，他是旁观者啦。要多听旁观者的提醒，啊，这个对我们确实是有帮助的。佛法讲啊，不要出现执着点，一直成病。当一个人他好爱无量寿经哦，老和尚在讲扎三根很重要，传统文化很重要，你觉得他能听懂多少？若心有住，即是非住。老和尚教导他是方方面面的。当你听他老人家的教导，你非常执着某一个点，你执着的那个点也不一定听对，然后你会忽略很多重点。老和尚强调哦，你就要扎三根，然后再一步无量寿经深入。我曾经问过啊，老和尚啊，那不扎三根，然后就一部无量寿经，老和尚说这样时间会比较长。大家听懂这个话。今天你没有做人的基础，你一下要接到德尊普贤，这个菩萨修持，哇，你就要跳到跟极乐世界一样，那些诸上善人的水平一样，不大容易啦。所以老和尚说这样会比较久啊，这个久还不知道要多久哦。我记得老和尚94岁的时候，有一个问题，问说：“老和尚啊，这个扎三根，扎三根到底要扎多久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一段老和尚的开示。老和尚说什么？我到现在还在扎呢。万法因缘生，我们不是从小扎根的。老和尚是应机说法，几个人肯听话，听着听着就有自己的喜爱，就挑着修了。现在老和尚说找一个 好老师难，找一个好学生更难，因为现在孝子不好找了，忠诚好学生的基础啊是孝子啊。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所以一个人肯在孝道下功夫，下到他恢复父子有亲，
他再听老和尚讲的，那不一样了。师徒如父子啊，他连对于父母，他都不能去理解父母的心，你说他能随时理解老师的心，不大容易。老和尚这些话真听懂了，你是传统文化的单位，你一定把形孝摆在第一位，百善孝为先。可是我没有听说啊，也有遇过啊。啊，父母生病了，啊，这个负责人，你不用回去了，你在这里做功德更大，那都学迷了。老和尚没有这么讲啊，老和尚指导学生的问题，有一个20岁左右的女孩在澳洲读书，她父亲癌症在台湾，她去请示老和尚，老和尚，我爸爸现在这个情况，我还在念书怎么办？老和尚，赶快回去好好念佛，给你爸爸回向，就两句话，赶快回去，知道什么？什么都没有形孝重要，好好念佛，这个是帮你父亲最好的方法，万德洪明，能灭重罪。年轻人肯问，老和尚都是和盘托出指导他们啊。今天除非说哦，你有兄弟姐妹照顾，然后呢你的父母跟兄弟姐妹也说你不用回来，那还另当别论。根本没有人手了啊，甚至于是这个先生在传统文化单位，太太在照顾公公婆婆，实在撑不下去了，你赶快回来吧。先生不愿意，啊，叫太太很无奈，打电话给传统文化负责的老师，你让我先生回来吧。这个老师说，这个我管不了。我觉得这个不妥当，这一个团队是你管教化的，人家家庭状况你要设身处地啊，这是多么好的机会教育点，你在弘扬传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老和尚说一个字孝，用一个字来表示整个5000年的文化，就一个字孝。你的团体表不出孝道，你还算弘扬传统文化的团队吗？你是名字有，你实质没有啦。传统文化重实质，不重形式啊。我们都要照老和尚的教诲去做啊，不能拿着老和尚的旗帜在那里搞自己想搞的东西啊，你会把人引错了，那要负因果责任的。你在世间做事，你还不会有断人慧命的罪啊，你今天到了佛门来，到了传统文化来，可不能认自己的认知哦，要依照老和尚，依照经典，离经一致啊，便是魔说啊。
要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啊。所以张家大师啊，教给老和尚那个都是修行最重要的知见，我们没有把这些知见好好的领悟啊，那要学佛要学进去啊，不容易啊。今天刚好有个大众还问我忏悔啊，这张家大师有教啊，后不再造。你看这些教导多重要。当然你体会到伤害到别人，你能弥补的当然要去弥补，你能给人家道歉的赶快去道歉，这个才是一个真正忏悔出来的人很自然会去做的行为。你说哎呀我好忏悔哦，但是我不好意思给他说，我感觉这个忏悔还不够，因为你就感觉到你对不起人，你伤害到人了，你巴不得赶快表达你的歉意啊！你有那颗心，你的行为就会跟上了。你现在说我有这颗心，我行为跟不上，这个讲不通了。心行一如，做不出来，这心还没到位。那佛家这些话哦，是让我们检查自己的，是让我们不要自欺的。修行这一关就不好过啊。夏莲居老居士说，学道的人需打破自欺一关，心行要一如，才没有自欺，只有商量处啊，才谈得上修行啊。就像于静义工47岁了，他都骗自己也骗别人，根本修不上去的。需卓然见得自己满身过失，功夫时有着手处。我们每天察觉啊，这句话讲不对啊，那件事做不对，我们才知道从哪里改啊。修行两件事啊，知过改过，不是很复杂。修行不要谈玄说妙啊，哎呦可以接通什么讯息啊，哦，唱那个歌都是从佛菩萨那边来的，小心小心哦。佛菩萨不以神通度众生啊，这个老和尚讲经也都提醒过我们了。五指六观，离缘不要攀缘，攀缘你会生烦恼。五指就是持戒，摄住自己的心，不要打烦恼。离缘绝欲，那个欲望啊，要能如斩毒树，直断其根，不要让它继续发作，不然会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要绝欲。还有法耳，这个这一段很精彩，老和尚才讲了十来分钟，这个发给大家多看几遍。那望境还原观呢，后面五指六观呢，老和尚十分钟可以短讲了，讲得很精彩啊。法耳就是道法自然，不要搞得神神叨叨玄玄妙妙的，法尔自然啊，法尔如是，神聚目断，岩滴石穿，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不要求什么玄妙，老实念佛，功夫到智色通，会想搞玄妙，会搞出很多烦恼问题出来。第四，无念。第五，非相。非相啊，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知道都是假的，你就不往心里放了。你把人事物往心里放，你就生烦恼了。无念，无妄念。你妄念相续的时候啊，你都止不住啊。你想越多，牵出来的烦恼心越多。所以无念，无妄念。无念不是空，落入空哦，非想非非想出天了，不是哦。无念是无妄念啊，所以老和尚说，怎么无念呢？心中只放阿弥陀佛，其他的事都不放，无妄念。能够这样了、你遇到事，你是真心，你无念而念，无作而住，你没有妄念干扰你，你都是真心去应，真心去做事啊，不是不干事哦，很积极干事哦，但心是清净的啊，无妄念，无对人的成见呢，那叫无念呢。老和尚这个法要啊，太可贵了啊！所以张家大师教的这些都是重点啊，解行要相应啊。所以刚刚跟大家提到我那个同仁，他听我在讲夏老这些句子啊，延伸出来的开解，他说。我读了600遍了，怎么我没有体会到你体会到的？我一遍都没有看过啊，因为看一遍呢，最少要2个小时啊，3个小时啊，甚至不止啊。那一本书也应该有100页。那你只是一直在那里学啊学啊，你都没有在世上去练。所以现在假如给我建议你比方说这个人读了硕士职工博士假如他人事历练太少，我看先出来服务服务人事的锻炼，你再去念更多书啊，那不是读一个理论的东西了，不是读死书了，你会整个理事是圆融的，八面玲珑。八面是什么？理、事、因、缘、果、体、相、用。你看事情是一个立体全面的东西了。这些都要透过人事的锻炼领悟，对这些教理啊体会的才深。你完全没有人事历练，能体会的深少数，当然也有可能有，但这个就要判断，自己判断或者他的老师帮忙判断了。那大家不要听错了，说哦，陈德法师说啊要忙一点，我可没这么讲啊、哦。哇，不然你今天我还把我这段话截出来啊，然后去告诉这个下属，你看陈德法师叫你多干一点，我什么都没说啊。
你一个当领导人，不是拿着道理去压他，你要对他充分了解，他要怎么一个状态，他才能修学得力，又有工作，又有熏习，平衡 balance。不要拖我下水啊，你们执着了，可别拖我下水啊。我自己也在练啊，也在修啊，锻炼什么？不挑境界。这个因缘，这个责任不是我去攀来的，老三那我干的，再难我都干。不挑境界吧。不挑境界才练不分别不执着啊。所以老和尚说什么是修行，六根接触六尘，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好，不起心不动念我们这辈子比较难做到，练不分别不执着。可是你纵使事情多，你心中要有解，你是用教理在指导你做事的，所以你在做事里面也是解行相应啊。好，你有这个习惯的时候，有一个微妙的发展出来，你在听经的时候解中有行啊，你一坐下来听个十分钟，哇，老和尚讲的这些真重要啊，因为你一听都会跟你负责的事啊很自然结合起来了，哦，我知道怎么用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处理事啊，哎，想不通，念念佛啊，念念念念念，哎，老和尚的经教突然就出现了。我不是叫大家念的时候老和尚教什么老和尚教什么，不是啊，哎，你要专注念佛。哦，你念念念妄念少了，有时候佛经呢 或者老和尚的经句自然浮起来了，不是你硬去想的，因无所住啊，就而生其心了，自己的智慧啊会起用啊。哎，清净心生智慧。好，我今天时间到了，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